您是否想学国画，但由于画画工具多，不好买，不好带？您是否想过要参加一些培训，但又没时间，或者培训费用太贵？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带来这套龙绘宝工具箱，方便您画国画，学国画。龙绘宝工具箱包括14种21件国画工具，现在订购赠送国画技法大全，包括多位大师实战视频，可以满足从初学到专业大师的各种需求。套装外部采用中空吹塑工具箱，长47厘米，宽33厘米，厚11厘米。龙绘宝工具箱采用加厚型吹塑材料，实现所有工具定点定位存放，抗摔防水性能好，保证全部产品安全到达您的手上。人性化铁手设计，方便携带，内部包括全部毛笔十支。其中1、2、3号提斗笔各一支，大、中、小、白银各一支，花枝翘两支，小衣纹两支，基本可以满足各种情况下作画的要求。螺纹燕一个，青花小笔洗一个，笔帘一个，笔筒一个，墨汁一瓶，刻花正尺大码两件套，七座的笔架一个，书画毡、调色板各一个，整套产品齐全，整体重量约4.5公斤，是国画爱好者的首选套装。随工具箱，我们会赠送国画技法大全移动硬盘版教程一套，全套教程至目前。还是培训教师，本套教程都是不可多得的提升必备教材，里面详细的为大家展现了各种国画的技艺技法，全套教材以视频为主，总时长超过5000分钟，分为人物画、花鸟画、山水画三大类，每一类中又各分为工笔和写意画两小类。无论您是才入门还是精通国画，这套龙绘宝一定可以让您享受国画带来的无穷乐趣。请登录龙绘宝网站 www.66a9.com 或拨打400-025-0645订购吧。三绿加藤黄加酒石，颜色稍微浓一点，好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，先多蘸一点酒石，好，先点出这个虫的这个背上厚的一个部分，它这个胸部呢，这个纺织娘的胸部这里面几块肌肉很发达，把它点出来，这个腿就长在这个肌肉上，好，然后用这个刚才这个颜色里面再放一点酒石花青，让它浓一点，再加上一点墨重一点，
用这个颜色来画腿。这纺织娘的这个腿呢，这个前面这两个脚还是比较长的。那后面的一个腿呢，就要更加长了。我们先把这个身子前面这两个几个脚先画好。这里关节很粗，大腿这里结构比较粗的。腿很长。啊，画到这一步以后呢，这个对面这个脚也可以先把它画好。好，接下来以后呢，在这个基础上呢，这个背呢多放点水，让它沾了淡一点。画出它的这个刺翼这个部位。这个是前面这一片刺翼，这后面这个刺翼还看到一点。好，然后呢，在这个基础上，这个颜色里面呢，可以加一点赭石。画出它的腹部。对吧？注意它这个里面有斑节的质感。好了，画完以后呢，再用这支笔呢蘸上一点赭石啊，加点淡墨，让它干一点，稍微浓一点，勾出它这个刺翼上的一些经脉络。然后再加点水，在它的刺翼上呢点几个点，好，画到这一步以后呢，然后呢这支笔再加点墨，加点赭石，稍浓一点，干笔在这个身子的结构部分呢加以穿插，增加它的这个结构与结构之间的一种立体感。好，接下来用最浓的墨，不要搞得很干，点出它的眼睛部分，这个脚尖上还有一根细刺。这上面也有很多细刺。好了，画完以后呢，我们呢用这支笔呢搞得还要相当干，这个我们要并住腹线，画出它的几根
藏了虚。好，全部画完以后呢，我们将这次笔洗干净，啊，再蘸一点刚才这个画身体的这个绿颜色，但是搞得很淡，在这些空白的地方呢，再加以连接。好了，这个仿真羊基本上就是这样就算完成了。好，我们在这个唇的下半部分呢，配上一朵菊花。这个菊花呢，我们配的时候呢，可以配上黄的菊花。这个是这朵菊花呢，可以画的稍微亮一点，一个唇比较暗，画亮了，让它这个唇的仿也能够衬出来。我们画一个蟹爪菊。我们首先要把这个菊花呢，要画了，让这个虫呢能够站得上去。这个画这个蟹爪菊花的时候呢，这个花瓣的穿插很重要啊，一定要画的生动。好，画完以后呢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画上一朵小的加以呼应。加个小花蕾，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这个下面叶子呢，就不要用绿的颜色来画，我们直接用墨来表现，因为这个叶子呢画了绿的话，就和这个虫呢有冲突，我们用这个淡墨色来表现。先把这个枝干先安排好，然后再画叶子。这个叶子的安排疏密要恰到好处。用这个酒石加墨，加几根细的草。秋天的草比较细长，这样一来，这个后面这个可以更加构图上更加紧凑一点。好了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叶子呢可以半干了，那么我们马上勾茎，我们就勾几根主茎就可以了，因为这幅作业是以虫为主的。
好了，在这朵菊花的中间，可以用稍微黑的木呢，稍微点几个点，算是它的花心。那这个黑点和下面的黑叶一个呼应。好了，这个纺织娘呢，就是基本上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表现的。好，这个接下来呢，我跟大家来画这个蜜蜂啊，蜜蜂在画的时候，大家想想，蜜蜂是黄颜色肚子啊，我们配什么景呢？所以我们配的颜色应该要跟它要有一种既统一又要能够有对比。所以我们可以画一个蓝颜色的牵牛花，是吧？这个画蜜蜂的时候呢，我们先这样，我们先用一只小的笔呢，蘸上一点藤黄，加上一点赭石，然后呢再加点墨。我们先点出这个蜜蜂的腹部啊，这里一个假如这里再画一个，这里再画一个，画个侧面一点啊。那么画完以后呢，然后呢这支笔不要洗干净，直接用这个颜色里面加点墨，再加点赭石，用破笔点出它的胸部。这蜜蜂的胸部是比较毛的，啊，顺势呢再勾出这个蜜蜂身上的斑纹。好了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呢要用一支干净的笔，沾上清水，沾上清水以后，沾上很少很少的淡墨，在这个翅膀。